光念那段就中气十足了。对呀，是自从他强势回归啊，也为我们的卫冕者带来很大的压力，对，带来很大的冲击。嗯，挂了一张黄牌之后，今天这首歌不是针对要不要领黄牌，而是针对要不要坐那个位置啊。嗯，对，今天就厉害了啊。我们请王志平老师请做讲评。金门今天在彩排的时候，我还有一点怀疑，想说你选这个歌会不会今天会不会有一点问题，结果你正式演出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唱得很好听啊，其实我蛮喜欢的。唯一对我来讲有一点问题，就是在这个 A1 的最后一句的，就是那个即兴的那个呜那地方，那个 pitch 走得非常严重。哦，还有副歌的地方了，爱笑的眼睛，高音的地方有一点惊之外，哦，我觉得你今天有几个地方哇，超水准的演出，那几个真假音转换的，就是每一次要唱那个我一定让自己那个地方。有时候假音，第一次假音我觉得唱得很到位，第二次你用真音，在最后要收尾的时候你用假音，其实你拿捏掌控得非常的好。所以今天我觉得非常不错。那杨倩是呢，今天我就呜，我就倒退五步，你今天表现真的太棒了。OK， 而且今天很特别，你前面呢就跟一把吉他，然后是那种很 funky 的节奏的东西，其实你掌握得很好，你的那些转音我觉得做得很好。匆匆一晚，若能够明白那生存意又何在。所以我之前会担心就是说你的 rap， 我就怕说你的 grooving， 其实今天做的有模有样的，只是到最后那个快要结束要出去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糊掉，就有一点模糊，其实你整个做得非常的好，而且到那个转 key 的时候就毫不费力，你就直接那个音准你就到那个地方了。所以今天这个表现，我觉得我倒不知道担心的是我们的卫冕者李平天。今天不是看比赛了，今天是看你那段像表演一样了。对啊，是。那接下来林东炫老师请。到你们明星组的时候啊，其实对我而言啊，就是这个学习跟欣赏居多，然后基本上你们都没有什么错误，你们只要有一点点犯错我心里就会小鹿乱撞高兴一下，终于可以扣一点分。但基本上我觉得像静伦啊，就没什么问题，我觉得你唱这歌已经是可以把情歌唱到极致的一个人了。一般男生唱上去就是会显得怪，可能就突然间虚掉，但你那个换声区真的是换得很漂亮，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辨别那到底是真音还是假音。然后你的气音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气氛的，所以对我来说你唱这歌应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唱得比你更好了。但是碰到倩石呢，哎呀，我又不得不说，因为唱出来 的那个味道，我就觉得哇，竟然有人可以唱成这样，我真的是非常惊讶。那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，你的能力你的唱功我也大概晓得，但是今天又让我更惊讶了，让我觉得哇，你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，我真的非常的佩服，我觉得真的很棒，今天很高的分数、yeah、接下来我们来看分数了啊。黄俊伦是我们明星组唯一三个人没有挂黄牌的啊。没有，不是说你会挂，对，这个对压力对罗平来讲更大了啊。嗯，因为今天看起来好像杨倩石的分数会蛮高的。对，来，首先看黄靖伦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把情歌唱到极致的靖伦，分数来到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小数点继续跑，是多少？恭喜得到91.6分。现在看杨倩石这首歌能呈现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歌唱技巧令人倒退五步，分数来到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，非常快。93，小数点，恭喜得到93.1分。哇，好久没有出现93分的高分了。哇。